我太太她本身他们学校他们上班的地方有很多欧美人士，然后他们的桌上都会放很多类似这样的。对，那种类似家乡的那种景色的小物或者是明信片，因为他们有时候签约来台湾都是那种两三年才能回自己国家一次，所以他们都会放这种睹物思人的小物来想念自己家乡这样。哦，那天下雪对不对？对，星宇呢？大家都知道欧美普遍偏干，你现在是不是很紧张？错，老蔡你要紧张吗？对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欧美很干嘛，所以他们办公室小物绝对会有这个护唇膏。然后这条护唇膏很特别，因为他们欧美人是很讲究要天然、有机、无毒这样。然后它这是全球首创的，它连这个包装哦都是纸的，所以你用完了也不会伤害到地球。就环保，对。然后呢，它里面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人工香料啊、色素、防腐剂什么的，然后就用那种可可籽啊跟葵花籽油做的。而且呢，像我们这种少女啊，就是有时候在办公室看到喜欢的人。就会忍不住要这样子抿嘴，对不对？你也不用担心，对，就这样，就忍不住一直抿嘴，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吃太多会死。你要不要闻闻看？他的东西你不拿，巨拿，巨拿，巨拿，你帮我闻纸的呢？纸的，特别，你要打开，他打开才闻得到。盖子打开，不闻开，它盖子直接打开的。盖子怎么打开？对对对，还有一个丝。对啊，感觉像纸啊。哦，薄荷味。对，天然薄荷。哦。哈。你就是可爱在这一点。哦，蛮天然的，嗯，欧美东西就比较简约，对，感觉是这样，比较重视环保哈。欧美非常的简约，可是有些东西是在办公室一定需要的，因为美国就是欧美的。气候太冷了，然后是里面对，就是会有暖气，暖气也是会让皮肤很干，所以一定是要让保湿的东西，所以办公室上一定会有，像这个是可以就是喷脸的、喷头发的、喷全身的，因为有时候头发太干就会就很毛躁，就很难看。对，然后再加上呢，因为很干，一定要有保湿的乳液，那这个小小的它是全身乳液，其实你就是可以擦手、护手，或者是因为有的时候啊，就是暖气太干的时候，你的手肘的部分或者是 knee cap 的部分都会很干，这样就会显得很老，然后就会有屑屑，所以一定大家办公室桌上都会有像这样子的一罐，然后再加上刚刚信宇有说大家都很注重纯天然嘛，然后就是精油这一块在欧美就是非常的风行，然后呢你在办公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头会痛啊，或者是你颈部会痛啊，哪里酸痛，这一罐就是可以让你就是轻轻便便的身心灵放松，就是因为就是你比如说你的头痛的话，这是有薄荷在里面的精油，就可以滚你的就是鼻子下面，然后深呼吸，那薄荷就会让你的身心灵比较舒服，然后想睡觉也可以用，那头痛的话就是可以滚这边，然后颈部痛的话就是可以滚这边，那假如你有刮痧棒的话，滚完了再刮一下，整个就会很舒服。OK， 因为丽人她之前在纽约，对，对不对？你去过纽约、意大利或巴黎这种地方？对，就是欧美的地方。其实你看她上班哦，他们很讲究，是即便是去买个东西，他们要穿得很时尚。对对对，但你去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哇，这个会整体的会。对这个国家会有另外一种观感，是人民你看都是很讲究的，上班就是不一样。他们的概念就是你每一个人对市容要负责任，对对，对不对？而且大家都比较 simple 的感觉，就是上班的时候穿的比较简单，然后利落。对对，那因为其实欧美上班族他们的办公桌上面呢，除了刚刚讲到这些产品之外啊，他们最主要他们在桌上都会摆一些相框，因为比如说家里有家人就摆家人的照片，如果没有。家人可能就有一些没有的话，就会可能摆自己的女儿。谁没有家人？没有，有一些说谁没有？不是啊，可能有一些爸爸妈妈。谁没有家人？自己的儿女，不然就买宠物。有过哪里会有家人？那我今天有带来一个是这个相框，这相框很可爱哦。这是一个摩天轮相框，比如说像歌曲都没有用。比如像这个就可以放很多，比如说你可以放你的家人、的儿女。你有家人吗？你这话问的。然后呢？你可以自己。样板
关系啊。对，你可以自己转，你可以自己转，你要放哪一张照片，然后可以自己转。然后最主要是，你看这边是一面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今天要再看别的地方，我可以翻面，这边还可以再放。等于说这边有六个，好聪明。对，它可以放到十二张照片，就很多照片。这在哪里买的？这个现在台湾也有卖了，对，不是不是，在这个地方。哦，这里有。对，可这个不是卖日货的吗？对，这有。它就这样子。然后除了这个之外，我还带来另外一个比较可爱的，是这一个，这个也是一个相框。你看就是这样，它就比较平面的，对不对？李菲菲想象适合 baby。想象没有。对，那如果说你上班人累了，或想要午休听一点音乐的话，它是一个音乐盒。哎，然后这边就有音乐会跑，它会转的。对，好疗愈哦。对，它就是一个摩天轮，然后自己会跑。就很可爱，这也是一个相框。然后刚刚讲到，其实，在欧美人士啊，他们很注重这个节庆嘛。那比如说万圣节到了，圣诞节到了等等，他们就会在桌上摆一些节庆的一些装饰品。那我今天有带来一个是这个。